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二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指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为迦摄尊者破颜为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副主摩诃迦摄，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诃迦摄分坐另坐，以僧伽梨为之。遂告曰：吾以正法掩藏，逆复于汝，汝当护持。吾登会员卷一七佛释迦牟尼佛住僧伽梨比丘三一之一，华译为众聚十一，又称为大一，由九条至二十五条制成，是作大法会，或是见国家元首众臣时所穿的。正法密传会能及会祖义。三五度士足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会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起祖言和其自性本自清净，和其自性本不生灭，和其自性本自具足，和其自性本无动摇，和其自性能生万法组之物本性。为慧能曰：不是本心，学法无益。若是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三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遭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